往生论注上说无上，啊，此道穷理尽心更无过者，如宗门宝镜三昧，曰：潜心密用，如玉如露，但能相许，名主中主。这个意思很深。啊，禅宗里头，宝镜三昧，潜心密用，潜跟密都是深的意思。你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到了，用什么呢？你所保任的真心本性的，啊，这就是指禅宗参究的秘诀。这个秘诀说穿了，就是世尊常说的智心一处，大家就懂了。把心完全集中在无染本净的真性上，你就保守在这个地方，啊，把心就定在这个地方，这叫潜心密用。表现在外面呢，如玉如露。啊，是一个愚鲁钝啊，没有聪明智慧的人啊，一般人看到痴痴呆呆的啊，人傻乎乎的，没有念头啊，没有聪明智慧，表现是这样，实际上绝顶的聪明智慧啊，超越一般的聪明智慧，叫什么呢？叫大智若愚，就这种人，大智若愚。啊，一般不是真正大智，做不到啊。啊，也就是讲装糊涂啊，他不糊涂啊。啊，古人所谓的是，哎，难得糊涂，就是指就是这些人了。啊，宗门难，其他法门也难。我们明白宗门修行这个秘诀，我们换一个方法，换阿弥陀佛。啊，一天到晚。心里都是阿弥陀佛，心里阿弥陀佛不能断，口里的断没关系啊，口念累了可以不念，心里头就不断不断，人也念佛念得痴痴呆呆的啊，跟他讲什么他的阿弥陀佛好像没听见一样啊，所以时间久了也好，这人别给他讲话，他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啊，过个哎一年两年，人家自在往生了啊，别人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情，这就是
潜心密用啊。谁能发现你的潜跟密呢？必须是有真正智慧的人，心地清净的人，他能看见，他懂得，一般别人不知道啊，所以叫密用啊。也不必跟人解释啊，解释就错了。有一些同学体会到这一点意思，真用功夫啊，觉得具备的条件，这是古今中外真正用潜心密用的功夫，他们一定具备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不具备这三个条件，这种功夫他用不上。可是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有几个人？一万人当中一个都找不到，十万人中、百万人中、千万人中也许找到一个，真难得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要真放下。我们常常讲的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对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放下七情五欲，一向转念。相续不断，他才行，他才能用这个功夫。用这个功夫可了不得了，要主中主。主是什么？真如自性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真如自性，跟自己真如自性完全相应。净宗的书上，所以阿弥陀佛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持名念佛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方法，佛说这是无上深妙禅。跟禅宗比的时候，这是无上深妙禅，不是假的。念佛能不能大彻大悟，能不能明心见性？难呐，怎么不能呢？这个才真正是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至心一处能明心见性。那其他就不必说了。真正是无事不办。